首歌，今天用不一样的声音，用女生的声音来诠释一下。如果你想要把我当男生也是可以的啊。好的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只是说我今天打扮比较中性一点，比较不那么像女生、啊。你今天打扮很可爱。哦、真的假的？对对对对，看不出来是30岁。